它是水果发酵的。水果，通常你们用什么水果啊？苹果。苹果。苹果最多。啊，苹果。啊。你猜不出什么味道啊？这个竹子的味，带有一点点酸酸的。这时间放长了，它短。这个没有什么酒精的味道，这个。没有啊，酵素是没有酒精的味道的。这个是你们认识的味道吗？ 不是，那应该的味道是怎么样？还要浓，那是就是说这个甜味还不够，酸味还不够，时间放长了。其实我很喜欢这个过程，就是一个慢慢 build up to the success 这个过程。我们来上海第一年开业就已经拿到那个米其林。 那个时候真的很惊讶，宜兰的米其林大家都对你有期望，你现在的东西就已经大家都认定你是这个标准了，你不可以往下，你只可以往上。This is the pickle guard, right? No, I peeled all of it. 当地的人他们会把这个酒注进去那个竹子里面，然后让它生长个3到5年的时间，是一个很长很慢的过程，去把这个酒吸收竹子的味道。当我们拿到手之后的话，就 很想去把这个3年5年的时间浓缩，这个是我们会去用分子的思考方式去处理的事情。比如我们会把这个酒消掉，把它里面的香气浓缩，变成你只有很小的量，你就可以尝到3年浸泡在竹子里面的主味。 剩下就是煮酒里面的糖分跟那个味道留在这里，其实我是有生的煮酒，也有熟的煮酒，两个混在一起去腌制那个水果，然后那个水果可以加了竹林的香气，这是一直在跟时间在去做这个召唤，我给了你时间，你就还给我一个新的东西。